大家请看，这是一个叉结结绳结。哎，我们这样，左手压右手，做一个单结，这边再做一个单结，中间呢会形成一个八字形，两个绳圈。这个绳头呢从下往上穿入这个绳圈之内，我们这边的绳头从上往下再穿入这个绳圈之内。穿好之后，我们这样拽紧，大家看拽紧的效果，越拽越紧，非常美观的一个结绳结。